那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这个就是属于说是一个和那个调解书。富安出生于1993年缅甸人民，然后是带到这个工商以外，在工厂因为自己出行打疫，导致就断。工厂的话，给这个死亡的医药费，然后拿了钱之后，我们就是从此和解，不再有人那个追究责任。 阿哥这边签名的，阿哥好像签一个名，年轻人签一个，麻烦年轻人签一个。